你别笑。这只小鹿童心未泯，看前方的滑滑梯很好玩的样子，二话不说他就跳了上去。下一秒憋住别笑，滑梯上也残留着一些水渍，小鹿站在上面双腿完全不听使唤。哎呀妈呀，这是个啥玩意儿，我要下去，快放我下去啊。小鹿拼命地站立起来，脚刚挪一步又扑通摔了下去。你这是穿了滑板鞋，上演魔鬼的步伐。看着小鹿那四肢乱飞的样子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啊。动物们有时候也会被一些好玩的东西吸引，这只狗子看到人类玩漂流，它也想跳上去和大伙一起玩，谁知一下子跳到了船前面，咻的一声，狗子直接被撞飞出去。你还真是会找地方啊，到处瞎跑个啥。这边的小羊被院子里的蹦床吸引了，小家伙跳上去玩得停不下来，看他这蹦蹦跳跳的样子，就像个调皮的小孩。原来动物们也都挺爱玩的。